罗夜路走多了，天就会亮啊！韩社集团长席鲜肉小王曝光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真的。是的，所有婚外情差不多都可以浮出台面喽。希望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。韩社集团符合大家对八卦的期望，继董事长赖英里与已婚龙岩总裁李世聪爱之旅足迹踏遍世界各地，韩社已故创办人的长子蔡伯甫也绿云罩顶啊。老婆黄敏萱爬墙，哎，时有所闻。他偷的汉子那个灵性汽车业务员终于现形，两人今天被苹果活逮，甜蜜逛运动用品店。黄敏萱穿着阿根廷足球队的球衣，哎，真的很爱运动耶。这个小王啊，目测比43岁黄敏萱年纪小一轮。姐姐拉弟弟，弟弟又拉姐姐，截稿前进入了热炒店打牙祭。这个黄敏萱和蔡伯甫结婚14年，目前分居中。当年以员工的身份嫁少东，可谓麻雀变凤凰。哎，如今重返麻雀界，自找对象啊！娱乐动新闻报道。